本来不想当混子的，队友都把位置抢了，没办法了。还有那个换主机的问题，这半个月之内有一个新主机要发售，所以还要等，没办法。这都每次换电脑换的都不是时候。49年入国军，差不多是这样的。哇，兄弟，真叫双狙，闪现都没用就带走了，专心破一也卖了，救都不会救你的，还第一下是魔兽师，直接卖了，直接卖了，怀表都不需要用了。不救了，专心破一。可真是。拿去哎，完了，可能先知不知道海边压了一台，这台是魔术师的。送我一个技能，哎，刚才先知来救我，重新起来就好了，他不知道，没有交流。房子要闪现啊，我得看手，我不知道带了什么东西啊，
八层闪现吧，有一刀。啥时候能走啊？走不了了，太慢了，怎么跑开那个门？哎呀，下了个板子就是巨我人，太真实了。看我的小左从来都是巨板，别人的小左从来都是巨人。要不直接上滑梯，换着雕塑上滑梯。他既然操刀了，那我直接再滑。这都敢闪的吗？甚至连鸡被收了，有才吧？没有叠猴。带远点，哎呀，邪猴去世！这打人咋这么惨呢？开局两。反正感觉像是一个打屠夫的吧，带个精神保险一点。真叫马拉松啊！
果是跳跳呢？跳窗还有一个减速，踩动就减速。提升一匹马，哎，这不咋地，好热闹。我三层愤怒，我知道有黑妹，嗯，我既点金身，我还点一个三层愤怒加困兽之斗，你气不气吗？困兽之斗啊，大哥，真好用啊！我日，我带个金身，还带一个，再防一手，根本揍不动。让他救，大不了刷死他。哎呦，蛇皮板。现在不知道这个咋地，我带个金身锤黑妹，先知，哎我，马拉松了。分段加速，然后转目的。
送了个隐身给我的。你这不是皮痒秋水吗？哎呦，失误太多了，主要是还带了怀表。三层愤怒，很快的。要不要挂了？他没球，好像是有怀表，他没带，可以拦人，现在应该黑妹酒，守一下吧。我不敢弹，毕竟不是我的节奏，挂到死，还鸟，走了。拼个鸟出来，这样一来前锋就能刷死了。就抓黑妹啊，不抓他的电机就要被捕，要么就打个受伤直接走。好像是有怀表，但他没香水了。抓条香，你又没加速，你能跑哪去？下一个先知就不知道是不是，我不知道先知压好没，我感觉先知像压好电机了一样，要么就是贴了。救不到了，房子打你仗，把他牵了。
跑了，他只能往四号机跑，直接传。这你还能救个人吗？他可能想揍我一下，然后救个人。可能前天输得太惨了，前天打排位就没赢过，然后今天有人去小木屋了。如果那是个前锋的话，那他屁股后面肯定有人。果然，让他把板子下了。屁股后面有人，这小木屋是两个人，这都躲着呢。都蘑菇啊！哎呦，没丢出去。怪不得每次去小木屋看到前锋，然后我再回来看小木屋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搞魔术。磨好了，这是什么操作？这么快乐的吗？倒地，牛逼！终于改了，终于改了，只能说一句制作组牛逼。好吧，卡到我心态崩的东西终于改了。简直跑不掉了。
没球了，三连电机那么多机子都没动。 觉得能怎么赢呢？这主要就是调试这一波震慑，看不懂。 这也太真实了吧！真就自己往 VIP 里面跳啊！这老有人苟在那个小木屋的旁边的草丛里，哎呀，太真实了！上一把先知好像也是苟着的，原来你们先知都喜欢躲小木屋的草丛，不救了。 我要把前锋逼出来。
球真的就留着过年呢。不亏，稳赚。困兽之斗天下第一，愤怒天下第一。应该在板区。哎，不在吗？转小木屋了吗？就在梯子。看看这个人是有什么幺蛾子玩意。开始了，他要放烟雾弹了。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啊。哎呦，这减速好狠。扒皮，哎。还卡一下，我要看到那个家伙修炼机，我就传送。瓜皮演员就是，他虽然秀是秀是直线的，往屁股下扔个蛋。这边有人，黑妹野锤。黑妹照样锤，卖了不？不卖，前锋抢救。Well,
nice， 完美过关。陈峰就直接走了，不打麦了。这边有人，两个，前锋还有，杂技演员，这两小弹减速的。你看这个地方有时候穿过去，有时候穿的不过去，毒瘤，墓地毒瘤。插电机，四号在修。前锋，如果前锋修完了的话，这把就难处理了。不过要探机子的话，就过半了。不敢探，一个四号，四号修完补红毯，然后半隐藏是小木屋。又被我拦住了呀！看这个杂技演员有没有什么技能能把我打起来的东西，应该没有。早就不能卡人了。哎，前锋在附近。看不见技能。我也不能攻击呢。是我搞错了。交互速度，看他不把他锤了，我是挂不了气球了。这减速，这个不用看。我以为那个挣扎那个标志是前气球会挣扎得更快，原来只是交互速度而已，那问题也不大。